今仔办这个山海郡的建造吼，山海郡这是位咱台江国家公园遐起点吼，到迄个深文水库全部台南关拢总有70公里。啊，咱即摆选择这个45K 这个所在要行这个三个水路桥吼，就是迄个为即摆开始的关田，然后多阿头，然后再迄个曾文新渡头桥这三个。专长吼4公里来回8公里，啊，今仔日本来咱报名是500个，啊，足踊跃吼，啊，所以市就只是讲吼，哎呀加嘛吼，啊，所以阮加250个，今仔来差不多600几个吼，这是一个慢慢大家来欣赏这个水路，即个咱以前吼，迄个灌溉即个水路风景真水啦吼，啊，大家如果今仔无来参加，以后来当来遮看，来遮行，安尼。